在整個上午至到下午的時分，我們採取一個非常克制容忍的態度，但是這些暴力的示威者不斷衝擊我們的防線，並且使用一些很危險的武器，包括一些削尖了的鐵枝啊，掟個鐵馬過來啊，拋掟磚啊，這些這樣的行為，這個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動作，可以殺人，現在已經是一個騷亂的情況。我在這裡也想嚴厲譴責這些暴徒不負責任的行為，我們有信心亦都會採取果斷的行動去控制情況。我現在再次呼籲，如果市民沒有必要的話，就不要進入金鐘地帶，而在金鐘地帶的示威人士亦都不要再衝擊我們警方的防線，破壞社會秩序，傷害到人家亦都可能會傷害到自己，希望他盡快停止和離開現場。我在這裡就是再次呼籲那些示威人士，如果他本身是和平的，希望他離開現場，因為實在太混亂太危險。如果是他是根本就是激進暴力的，我希望他停止想一想，如果不是的話，他最後得到來的可能他終身都後悔。